就到了。感动的就是他说过一个海绵宝宝和派大星是永远的好朋友，这是你说的？好久以前说的，好久以前说的，现在还是吧？他们是永远的朋友，当然是。嗯，哎，我觉得听到那个话的时候，还是一开始不懂嘛，然后后来知道什么意思。对，我们其实我们都不懂，我们最开始不懂。先谁懂？然后先谁跟我们俩讲？什么？最开始不是咱们仨一起说的吗？是吗？好了，被出卖。那反正我们三个现在都懂了，就我就是觉得还挺感动的。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就像情谊一样，就是比如说我们三个人自己知道就行。对，其实拿出来说也不太好说。你要说，比如说三个人情谊有多好，你拿出来在外面说，可能别人感觉不到。这种东西就自己知道就行。重要的东西。